2月17号，千年歌手薛拉奇携最新专辑在京举行了发布会。新专辑《为何我还不懂》收录了这两年来筛选创作的10首不同风格的歌曲。踏入歌坛已有20年之久的薛拉奇，当天以崭新的造型、多变的演唱方法，极具磁性般的金属般的声音，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而发布会现场的一段清唱，也让大家见识了他的唱功。酷乐娱乐北京报道。